香港影视展国际媒体重要活动，37个国家地区850家公司参展，大爱电视台也加入台湾团队，向世界推广最优质的影视制作，尤其是戏剧节目，值得被人看见。当他看到连续剧，好像看到自己，他开始产生变化，改变了他的一生，而他本身又可以再把他这样的改变传给别人，让这个爱能够扩大，这就是大爱电视。参与其中更能够感受到这股善的力量。金钟奖影帝吴康仁参与望月演出，动人的真人真事是激发他要努力做好的动力。因为他们的故事都是动人的，很有力量，很有 power， 所以无形之中你在饰演的时候一定会反馈回来给我力量，这是很难去形塑的。对，为大爱台拍摄十多部戏剧的制作人也因此改变了自己。我多了一份比较宽阔的胸襟，然后凡事抱着多一点包容，然后少一点抱怨。开展前就已经有其他国家主动来询问，展览现场访客更是川流不息，期待能让更多人看见大爱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吴倩怡、李建平香港报道。